现在爬到最外面，风景真的非常的漂亮。看一下，都是消波块。爬到这边的话，真的要非常小心。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爬回去渔港的绿藤。但这边的话，看似蛮简单到达，不过要经过重重的关卡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就走吧。这里要非常的小心，有一个小落差。再来，要从底下钻过去。这边的洞，那我们要走这边回去了。拉上来看看吧。拉上来看看。好，等一下把它放下去吧。